Okay, jetzt fast angefangen. Muss es zuerst.好了，现在可以了。然后我把这个链接复制一下，直播链接。你们都说中文吗？直播链接，嗯好了，刚才在那儿放音乐的出去了。我们现在开始吧。大家好，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德国宪法中规定的基本权利，叫 Grundrecht，Grund 就相当于这个英语的 ground， 就是地面，然后 Recht 就是相当于这个英语的 rights， 就是权利，叫基本权利。它其实等同于叫基本自由，也是基本上和这个人权的概念是差不多的，但是也还有一些区别，因为这个人权涵盖的范围和这个基本权利呢还是有一些不一样的，因为社会在不断发展嘛。这个说了很久，以前我也在这个其他的这个关于各国的政治制度啊，还有这个一些福利制度里面穿插讲过，也简要的介绍了一下各个条目的内容，但是都不详细，所以我今天就详细的介绍这个。这就是德国的这个叫公法学的书，叫法律叫什么法律条文法律书，他们叫法律合集，你看到这个 Zammlung， 呀 Gesetz Zammlung， 叫基本。叫什么基本 text， 就跟英语 text 是一样的，基本条文吧，就是公法的基本内容，它可以翻译成基本内容。然后就是叫什么 Staatsrecht，Staat 就是国家，然后 Recht 就是权利，然后就是关于国家的方面的法律。但这个权利它跟英语一样，它有时候也解释为这个法律。然后这个 Verwaltungsrecht 就是行政管理或者管理方面的法律。然后就是 Europarecht 就是欧盟方面的法律。所以它这个很厚，但是它包括很多方面。这后面就可以看到这些，哎，这个反光就可以看到这个议员法 Abgeordnetengesetz und Baugesetzbuch， 然后就是建筑法，然后这个老反光看不太清楚，然后就是还有这个 Bundesverfassungs， 还有这个联邦法宪法法院法律，然后就是联邦选举法，然后还有这个欧盟这个欧盟他们不叫欧盟宪法，它叫 Verträge 就是盟约，就是条约，欧盟条约，就包括各个不同时期签订的条约，然后还有这个欧盟基本权利宪章，它这个也叫基本权利，然后还有这个欧盟人权方面的，我看一下是哪一个，Europarecht，这个在这没标出来，但是这个书里面有，我要把 mention 一次。在另外一个
欧盟法律上，这本书上，这个就是欧盟法律。Europa 就是欧洲 ，Rest 就是法律。嗯哼，这也有这个叫什么VFB 就是这个行政管理法，就行政法的这个行政法程序法，就关于行政官司方面的程序法。嗯，但主要还是这个基本法，基本法是最重要的嘛，这就是这个欧盟的这个基本权利宪章。然后这就是欧盟的这个相当于欧盟的宪法，欧盟的这个基本法，欧盟的各个合约，各国之间的合约。说是各国之间合约，其实就是大家统一所有成员国共同同意的。刚开始这个将来有机会也给大家介绍一下，它这个刚开始是所有的人必须同意，就一票否就行，只要任何有一个国家不同意就不能制定合约，包括这个很多会议，现在慢慢改革了，现在慢改成这个多数制了，因为慢慢融合了嘛。嗯，那这个上面没有这个欧盟人权方面的规定，但是这个上面有。嗯哼。嗯，为什么我用两本这样的书？哦，对，有一个是图书馆不要了，图书馆定期会清理一些书出来，然后它就放在外面，大家可以去拿。这在德国也是传统，自己不要的东西就放在外面就赠送，免得浪费。嗯，因为我们现在开始介绍这个基本法，基本法，德国的基本法，它为什么叫基本法呢？当年因为东德西德还没有统一。西德制定这个法律的时候就是宪法，就是但是他们不能叫宪法，他说我们还要等这个东德统一了以后，经过他们的同意，因为你不能把 一部分国民排除在外，你就制定了宪法，所以他们就把它叫做了基本法 Grundgesetz， 就 Grund 就是基本， Gesetz 就是法，这叫基本法。但是后来两东德西德统一了以后还是叫基本法。嗯，德国人就比较官僚主义，不大爱改变。这里很多，这个基本法是新的，但是包括刑法和民法，它都有很多还是100多年前这个帝国时代、德皇时代那个俾斯麦时代制定法律的条款，保障这个既得利益者的很多条款。我以前在别的视频里面介绍过，它这个一共是只有146条，看到吗？这最后一条146条就这么厚，就所以就是，但是规定的非常详细。中国的宪法我都忘记多少条了，反正就是泛泛而谈，没有什么意义。嗯，既没有规定这个细则，也没有规定这个违反宪法的处罚方面的标准，所以就是这个在宪法里面就必须规定的。我们再先看这个，这前面这叫什么呢？就叫 preamble， 就是导言。或者叫前言，就是说的也是这个就没有什么多大的意义，不用说。嗯，然后我们说从这个第一条开始讲，这个你看这个，它这个有个罗马字母一，哎，啊，罗马字母一 ，D Grundrecht，D 就是那个定冠词，就相当于英语中的，但是德语很复杂 ，D der das，D 是指这个。复数或者是叫什么阴性，像女性，然后 der 是指这个阳性，然后这个 das 是指中性，它并不是像英语所有的动物植物都是 it 都是中性，或者是他们那个狗是阳性，不管是雌狗雌性的还是雄性的，然后这个猫是雌性的，猫是阴性，不论是公猫还是母猫，所以就很有意思。那是题外话。然后它这个第一节里面，或者叫第一部分的这个罗马字母一里面规定的这个Grundrechte，就是这个叫什么基本权利，一共19条。看这最后一条19条，然后到翻过来以后就到二了，罗马字母二了，反光嘛。对，然后第二章就是关于这个联邦和各邦的关系。就包括这个立法权限呢，管辖权限呢，就是它这个法律规定的原则就是，凡这个法律
没有规定的权利，是没有明确规定为联邦的权限的，都属于邦权限。这就是跟中国相反，中国就是法律中没有规定你这个地方上有的权利都是属于中央，但是他这个在联邦制的话，就是也各个联邦是主权主体。就像那个为什么什么叫民主，就民就是人民嘛，主就是做主嘛，就是主权嘛，就是人民主权。所以他这个联邦呢，他既是民主国家，他是共和国家。共和国家是什么？联邦制是什么？联邦制就是邦是权力主体，联邦制是各个邦之间结成的联盟，就相当于这个合约似的。当然欧盟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但欧盟是更松散。我们今天就先介绍这个第一部分，不知道应该叫什么，第一章或者什么。然后就是 Article 1，就是叫什么，就是第一条。第一条就是 Schutz der Menschenwürde, Menschenrechte, Grundrechte, Bindung, 就是保护人的尊严，然后人权，然后就是基本权利的叫什么束缚或者是联系，这个后面会介绍。然后这个第一条第一款就是the word that's mentioned is unantastable。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个人的尊严呢是不可侵犯的，就是他这个 不仅不可侵犯，我们中文翻译不可侵犯就是有点太就是还不够，这个叫什么，就保护程度还不够大。他这个意思就是你摸都不能摸的 ,tast, 就是 tast, 什么叫 tast, 就是按键，你像我们这键盘那个键就叫 tast, 就是你就不能摸它的，就不能动它的。所以就是这个经常这个德国的这个政客政治家们呢，那或者以后是要清理一下德国的这个政治家呀或者是这个官员呢，经常会介绍，就是说特别是民选官员，当然他的是公务员，因为公务大家在中国在中国大家应该也了解什么叫政务政务员和公务员。什么叫政务员呢？政务员就是在民主国家属于民主选举的，你比方说这各州的各邦的主席，他们叫Minister President, 就是说这个各部的首领，他们也是叫各邦，他们叫不叫这个州，不叫州长，中文把它翻译为州长其实不确切。它的本意就是字面直译的话就是这个各部长老，各部长官或者各部首长，他就统领这个邦的各个部，他也跟那个联邦的国家来分什么交通部啊、文化教育部啊什么什么这各方面的，他们这个就属于政务官，凡是选举的这个官员，行政首脑叫政务官。然后这个另外就是公务员，政务员和公务员，公务员就是这个在政府里面不经过选举，他可以不犯错误的话，不犯这个法律规定的错误的话，他就也可以一直干到退休的。所以这个就是很多这个政务员和这个议员就经常强调，他说这个人的尊严是不可触摸的，是指人的尊严，不是德国人的尊严。所以这个你就能够理解什么意思，就是说这个外国人的权益也要保护，包括移民的非法移民或者难民的权利。所以这个德国很多邦啊，包括这个社区，德国我以前也介绍过，德国的有个说法，以前有现在没有不提了，但是有时候还会为了方便大家理解就还是顺便说一下。就是这个这个如果再放音乐的话，我就要把你踢出去。下一步。好了，决定踢出去了。那个踢出去了，你就没有机会再进来了啊。这样捣乱的家伙就只有踢出去了。所以就
各邦啊，他我刚才说的这个三级宪法，就是以前的提法叫一个是联邦的宪法，一个是邦的宪法，另外一个就是社区的宪法。德国的基本行政单位是社区，就 Gemeinde， 相当于中国的乡镇或者是这个城市的区。它这个各个社区啊，它就是有自己的这个社区章程，以前也称为第三级宪法，因为实际上它没有宪法的效力，所以后来就不提了。当然它只是在这个教学中作为一个比方。所以就是各个，你像你，我在 Twitter 上多次说过，德国各方和这个，把这个人踢掉，德国的各邦和这个社区都自己决定他们要接纳这个难民，就只要这个难民能进入德国境内，他们就安置他们，愿意安置他们，接受他们。实际上这也是出于经济利益考虑，一个是有宪法作为依据，另外各地方也需要这个廉价劳动力，特别是这个叙利亚过来的人呢，他们就是叙利亚人都是很勤劳的，所以就是也很友善，所以在德国劳动力市场很受欢迎。哎呦，这欢迎欢迎加入。然后就是，所以各个很多地方，不是所有的，很多邦和这个社区都说要接受这个难民，但是由于这个边境控制属于联邦的权限，所以就是联邦现在还没有说这个。昨天还是前天也有个运动，就是要求这个联邦。要求这个联邦放开这对移民的限制，就要求欢迎接纳难民，欢迎接纳难民。所以就是这就说是这第一条第一款第一句啊，就是说明这个德国宪法，它虽然这个联邦现在也没做到这一点，因为是德国法律是不是法律，这个议会啊包括政府啊都是由这个当时德皇时期慢慢遗传下的传统，包括以前也介绍过，二战以后虽然就是盟军对这个战犯进行审判，但是后来因为苏联的扩张，就是这个共产主义啊，伪共产主义，或者是这个这苏联的势力啊，对全世界的危害多大，当时就审判呢，在那个纽伦堡大审判，就是这个就在纽伦堡，以前我住的地方不远，我也给他们叫什么校正过他们这个，他现在改成这个叫什么博物馆了。所以就是也他们也有英文，后来在我的建议下他们加入了英文介绍，我也审核了他们这个英文的这个翻译，中文的翻译，中文的抱歉啊。然后就是大家有兴趣的有机会的话可以去看看。然后就是审判了两三年，还只是审判了一少部分，为了防阻止这个苏联的扩张，苏联势力的扩张，因为他把东德就也搞成了这个共产主义了，搞成这个共产主义阵营的。所以就是当时盟军就把这个纳粹政府的那些战犯的官员呢都给释放了。后来这些家伙他当然他们上台了，他就进行愚民教育，不让大家知道这些历史，这都是虽然是题外话但是很重要。后来这些德国学生去这个，因为他们也存后来这个因为欧盟嘛，他们就存在着欧洲内部的交换生，他们去这个被占领国，特别这个法国啊，这些被纳粹摧残的很惨的国家，就了解了这段历史，所以他们就掀起了就是叫什么公开要求公开信息的运动。他们在国内根本就没学过，就所有的恶心官僚都是这样子。然后呢就是慢慢德国才慢慢进步，之前也是很差的，包括现在我要说的就是他一直有这个传统，到现在这个政府啊和这个议会啊就是大家说好听的叫保守主义，保守主义或者保守派，实际上就是这些恶习延续下来的。这怎么都是不关声音呢？把这个声音给它关掉。还关不了，关不了，我得踢它了，它要是再有声音的话。然后就是好，现在他把那个麦克风关掉了。哎呀，我得设置一下，让每一个自动进来的都是声音自动关掉。OK， 它关掉了。我刚才就说了这个，所以就是
所谓的对，还有一点就是大家都不知道啊，他都说默克尔是左派，其实默克尔所代表的他的政党名称你一听就知道，叫基督教民主同盟，他就是保守主义的，属于右派的。然后这个我去年去那个联邦去那个叫什么联邦议会里面参观的时候，他们这个绿党的介绍议会议员介绍啊，他说这个德国联邦议会里面他们也有很严重的这个叫前课，就是说课就制度，就是很严重。他说70%的都是这个 CDU 和 CSU 的政治说课，就前课，他们就是在议会里面游说，为这个大企业。很好，这个我看看我是不是这禁止任何人加入。就很麻烦这些人，你我得有的时候得把他不让他们加入才好。这些他们就代表这个当时这个，你包括西门子当时也是协助纳粹协助希特勒的，他们后来就因为这个后来这个当时苏联的扩张就是没有受到审判嘛，所以他们现在对既得利益者影响还是很大的。这都是题外话，但是对大家了解德国的历史也很重要。大家不要再说默克尔是左派了，他代表的就是这个右派势力。代表的德国的是很多现在很多老年贫困人口，就是因为当年二战的时候，就是丈夫打仗死了，然后这个做妻子的，或者是就收入也不高，现在就是退休以后，因为当年的工资不高，有的甚至一辈子没工作，就所以他们就陷入老年贫困。那每年德国政府这个盈利、财政盈入盈利，包括这个税收，几十亿甚至几百亿欧元，但是他们就没有用来扶助这个老年贫困。很多老年人他也很要强要面子，他也不愿意去申请这个社会救济。然后很多超市啊，就是你过期的食品他们就送给穷人，但是这些人也不去理他们就要面子嘛，就不愿意让别人就不甘示弱的吧。所以就是这社会问题很大。大家要对这有些清楚的了解，所以当年制定这个法律的时候，这都是经过这个，当然也是这个受美国的影响，但是经过这个很有这个博爱之心的这些法律专家们制定的，所以这个法律宪法也是对这个官僚阶层的一个叫什么一个约束。你知道这个，我还要提，以前也讲过，德国联邦议员、联邦议会的议员们，他们。以前在这个帝国时代啊，议员是都是免费的，因为当时都是叫什么既得利益集团才能当议员的嘛，所以他们也都很有钱，都靠这个剥削国民有很多钱，所以他们这当时议员是免费的。但是后来就慢慢的，德国的联邦议员就成了一个生意了，或者一个职业了，他们不但给自己加薪，就。不但扩大自己的，每个议员有办公室，然后他的办公人员都是由这个政府支付，就这些都是腐败现象，而且都是合法的。就是这大国和老国家都有很多包袱，像美国的包袱少，但是他也有这个像当年西部开拓精神的包袱，就是这个枪支泛滥，就是人命，就是他们这个还有这个对黑人的。大家都不知道，很多人都不知道，一味的就反这个黑人运动，其实是这是有原因的。很多黑人的母亲呢，他们就担心哪一天他的儿子突然就是，即使你学习很好，品学兼优的学生，或者是你是很好的工作的，你也可能就是，被警察突然就击毙了。因为美国的警察就是美国允许公民持枪，警察很危险。所以一般的就是受过良好教育的，就是不愿意去，或者是普通人都不愿意当警察，很多就是这个有劣迹的这个退伍军人，比方说吸过毒的呀，或者一些坐过牢的呀，他们去当警察。这些人本来就自控力就差，也没受过多少教育，道德家庭环境可能也影响对他们的道德也没多少好的影响，所以他们就，而且他们这个开枪都是打心脏，你看这个。就很少说是打腿啊，或者是甚至对这个有精神障碍的，家人只是要求这个
打电话求助，打911求助，要求把他送到这个，把他们送到医院去，然后就被警察击毙了。一个是警察是怕死，因为他不知道这个对方有没有武器，另外一个他也听说他们也没受多少教育，多少文化，也没受过专业教育，他也不知道这个说要求送到精神医院去的人是不是真的精神疾病或者疯子或者什么，他也不了解。很多人，有的人可能就是自闭症啊或者抑郁症啊，他们也不了解。当然人是不愿意，特别是美国人是不愿意被限制自由的，他们就不听从警察的指挥，就不去，然后甚至试图逃跑，然后警察就开枪打死了。所以这就是，这也是当年这个西部大开发精神的，因为当时去的很多也是犯罪分子嘛，冒险家嘛，这都有自己的包袱的。我也经常提过，这个比利时是改革的最好的，因为它国家小好改革，它现在已经进行了六次在宪法改革，从一个君主制改成了现在一个很彻底的联邦制，它各个社区都有自己的一定的外交权限，可以决定和国外包括他们这个教育也都是由他们自己决定，包括与国外制定某些缔结某些这个经济啊文化方面的条约，当然是没有军事权的。如果你每个社区都制定军事外交方面的，那不可能的，就乱了。所以就是改革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民主化、自由化。你像中国共产党，包括这个前我也经常在推特上说过，就是东欧，前东欧国家呀，他现在虽然是共产党垮台几十年了，将近30年了，他们国家国民仍然不太懂民主自由，因为为什么呢？因为还是这个当时的旧官僚们掌权，这些共产党官僚，或者你像这个波兰的这个什么瓦尔文萨。他虽然是工会领袖，但是他是受为这个当时的共产党国家安全机关服务的，是他们的特务。这人上台呢，就也想攫取特权，就不向民众介绍民主自由如何运作的，如何运作的，民众怎么样争取自己的权利和自由。所以就是仍然很差，仍然很腐败。包括捷克离德国最近，离我们这也不远。捷克现在最低工资也好像才是300欧元还是多少，也非常穷。这就是，所以大家都要注意，就是要多宣传什么是民主自由，人们怎样争取自己的民主自由，你选举制如何运作，如何这个规范既得利益者的，或者是叫什么大企业这个叫什么强势群体的他们的这个肆意妄为，这些都很重要，在选举制度啊这各个方面都大家都要深入研究，也要互相探讨。多宣传。行，然后就是第二句，就是第一条第一款第二句，就是 Sie zu achten und zu schützen ist für Vernichtung aller staatlichen Gewalt， 就是说这个保障人权呢，去保去 achten 就是这个关注，就是你要注意，就是在这个行政方面，在行政履行行政权利的方面，就是或者是这个立法权的司法权的时候，你要首先要注意把这个人权放在第一位，然后Achten或书层就是保护，注意和保护是所有国家机关的义务，这个国家机关不仅仅包括行政机关，就是政府，还包括立法机关和这个司法机关，立法机关就是议会，司法机关就是法院，当然德国行政权和立法权是不分的，你像默克尔既是这个国会议员又是国家总理，所以这就是在美国就不行，美国三权分立是比较彻底的，这也是导致德国官僚主义的原因，很严重的原因之一，因为你政府搞官僚主义，议会就不管他，那都是自己，很多德国人都意识不到这一点，甚至辩护包括这个大受国际的一些人，德国的愚民教育也很严重，你看德国的媒体都是跟着政府走，很多知识分子，特别是这个非这个非思想领域的，非社会科学方面的，不是研究哲学或者政治学或者是法律的，很多包括研究法律的，是因为法律也是相当于专业学科吧，专业领域吧，没有多少思想，所以他们也都是受到政府的愚民教育。我跟很多人都说，我说德国的行政权和立法权不分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他们甚至很恼火，
是不是跟很多中国人 听说共产党不好一样的反应？大家都要注意，是目前来说没有完美的体制，也没有 完美的国家，有很多毛病，这是人性决定的，人性的自私冷漠，对别人的漠不关心。所以这个佛教的这个叫什么慈悲心啊，基督教，这当然慈悲心其实是后来发展的，早期释迦牟尼在世的时候只是求解脱，解脱人的生老病死苦，生老病死苦啊，基督教后来也才发展成博爱的，所以就是人类文明的发展，所以就是螺旋性螺旋式上升的。所以我一直对这个人类文明是有是乐观的。然后第二条第一条第二款 Das deutsche Volk bekennt sich darum zu unverletzlich und unveräußerliche Menschenrecht als Grundlage jeder menschlichen Gemeinschaft, das des Friedens und der Gerechtigkeit in der Welt. 就是德国人民的，就 Volk 跟这个英文比较像，英国的英文，它这个德文的是VOLK， 英语就是 FOLKS， 就 Volks， 就是德国民众啊，就是知道，就是这个，人权呢是不可伤害的，也是不可出售的，或者就是不可放弃的，基本叫什么 Grundlage 就相当于这个基本条件。就是所有人呢、啊，所有人这个共人类社会有人类人的人类人组成的共同体的这个基本条件，或者叫应该说基本条件，我一时想不起来更合适的词。然后就是也是这个和平和这个正义的这个世界和平和正义的基本条件，这个大家都就是一个解释。然后第三款，就是后面的就提到这个，这是法律啊，就是提到这个 Inafhängigen Grundrecht， 就是第一部分的这个第一章第一条，第一章第一条说到，就是第一章里面所有的这些基本权利都是这个立法权和这个行政权还有这个司法权，就是必须直接遵守的权利，就是你丝毫不能忽视，不能违反，就有些权利是可以是间接，必须间接注意的，但是这个宪法中规定的这个基本权利就是你任何情况下就不能违反的，不能侵犯的。那这就是前面所说的这个，保护人的尊严或者人类尊严、人权，然后还有这个基本权利的联系，这个基本权利的义务。就是这个各个国家机关呢必须尊重或者保障基本权利的这个义务。然后第二条 Freie Entfaltung der Menschlichkeit， 就是人性的自由发展，就是不能限制人性，这个是在这个德国宪法法院呢就判决的时候，在很多情况下就是在别的条款没法就是做出有效的保护的情况下，就是用这一条，就是如果你不管是任何人，父母也好，单位也好，法院立法机关的立法，或者是这个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如果阻碍了人性的发展，就是人的个性的自由发展，不仅仅包括特长啊或者是这个工作方面的，也包括这个人性的自由发展，就是人的自由发展，就是人各个方面的自由发展，不论他发展成什么，只要他不是发展成恐怖分子。然后就是Recht auf Leben， 就是生存的权利，然后这个就身体不受伤害的权利，然后还有这人的自由权，这也是非常重要，大家都知道这个自由就是提到的这个宪法民主自由，所以就是人权，你看在这第一条第二条就都提到了。然后就是第一句 Jeder hat das Recht auf die freie Entfaltung seiner Persönlichkeit, soweit nicht direkt anderen verletzt und nicht gegen die verfassungsmäßige Ordnung oder das Sittengesetz verstoßt. 这个条款有点老了，
最后一最后一一一几个词我会解释一下。然后就是每个人都有权利，都有什么权利呢？都有这个自由发展的权利，就是他个人的自由发展，个人的自由，人性的自由发展。然后就是还有这个只要他这种自由发展的权利，就是没有侵犯别人的权利和没有这个侵犯这个合乎宪法的法律的然后呢最后一条有意思，就没有侵犯这个道德法。其实这个早就没有意义了，因为制定这个法律的时候还有什么是道，当时还是所谓的道德观念。什么是道德观念呢？你这就法律上就模糊，所以就弃之不用了。就是所有的不道德的行为、违法的行为必须在法律上有规定，你这个才行。当然你这个经济法、民法中可以说就是不道德的行为，不道德行为就是什么欺骗别人呢、贪心呢，比方说欺骗这个不了解行情的人呢，或者是欺骗这个就是没有完全刑事民事能力民事行为能力的人呢。但这个上面呢就是说这个实际上已经废弃了，就是这条在法律实践中就不用什么叫什么道德法律。你所有的这个道德上以前的所谓的道德不道德的行为应该受到法律惩处的，现在都写入了各种不同的法律。然后第二句就是 Jeder hat das Recht auf Leben und körperliche Unversehrtheit， 就是每个人都有这个身体生命不受伤害和这个生命权，还有这个生存权和这个身体不受伤害的权利。大家都知道不能杀人，不能伤害人。然后 Die Freiheit der Person ist unverletzlich， 就是这个个人的自由是不可伤害的，就是中文说不可侵犯的。然后 In dieser Recht darf nur aufgrund eines Gesetzes eingegriffen werden， 就是上面说的这些权利啊，就是当然这个我要解释一下生存的权利、身体不受伤害的权利还有这个自由权利，就是只能在有法律规定的情况下才能受到这个叫什么受到干涉，就德语这个词叫 Eingreifen， 就是干涉的意思，就是说是你只有法律有明确规定的情况下你才能在这三个权利上进行讨论是不是该受到干涉。当然德国早就废除了死刑了，所以这个第一条这个关于这个生命的权利你就没有任何这个法律依据可以进行干涉了。以前就是说这个判死刑，法律判死刑，法院判死刑并且经过复核的话就是可以干涉他的生存权。但是你这个叫什么身体不受伤害的权利和这个个人自由的权利，有时候就是在法律上你帮这个正当防卫你就是可以干涉的正在进行危险侵权行为的犯罪分子的身体你可以伤害，但是是必须在叫什么不得已的情况下，而且是在必要的程度范围内。另外一个是个人自由，当然这个就可以限制，包括这个判人有期徒刑，所以这可以理解的。然后第三条呢就是Gleichheit vor dem Gesetz， 就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就是第一条就是所有的人在这个法律面前是平等的，这就是说指这个男人女人，因为以前在法律面前女人是不平等的，他们甚至没有选举权，所以就是没有财产权。然后还现在这个各种不同的性别，就是性别多种性别权利吧。然后还有这个，所以这就是包括德国人外国人所有人在法律面前是平等的，只要法律是这样规定的。有的法律规定有些权利只有这个德国公民才能享有，如果这个非公民的权利受到相应权利受到限制的，这个也是合法的，因为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律是这样规定的，就是你外国公民不享有的某些权利所有的外国公民都不享有。所以就是这是，然后第二条男人和女人必须平等对待，但大家这就是叫什么理所当然的现在。然后
der Staat fördert die Tätowierung nicht durch die Setzung der Gleichberechtigung von Frauen und Männern und wirkt auf die Beseitigung bestehender Nachteile hin. 就是这个国家呀，必须，叫什么？促进实际的，实行，就是实行什么呢？就是这个男女平等方面的，就是这国家必须，当然这就表明什么呢？表明现实中还是不平等的，所以你国家就必须致力于来进行实施这种平等。然后就还有国家还有义务啊，就是要去掉这个。对于某一性别的不利的因素或者不利的环境，然后第三句，就任何人不能因为他的性别，他的这个叫什么出身，叫就中共翻译叫出身，实际上这个就是他的家庭背景，然后他的这个民族或者是他这个是 race， 就是英语的 race， 是指种族，其实这个词也。过时了，因为所有的人都是同一种，就不存在种族，应该是民族。然后就是他的语言，他的这个家乡，还有这个出处。这个地方的出处就跟前面的这个家庭出身不同，这个家庭出身就是血缘方面的，然后这个出身呢就是指你这个住处的，或是从哪个国家来的，或者是你的父母或者是你的祖父母从哪个国家来的。还有他的信仰，还有他的宗教，还有他的这个政治观点，不能因为这些而受到这个，叫什么 ，benachteiligt， 就是叫什么，Vorteil 就是有利，就受到不利影响，就是他的权利受到损害，或者是这个不能因此而受到这个优待呀，一个叫什么优待，另外一个叫什么？虐待，肯定不是叫虐待，我一下想不起来，很久没不经常说中文。然后就是 niemand darf wegen seiner Behinderung benachteiligt werden， 就是任何人不能因为他的这个残疾而受到差别对待，受到虐待，就是不是优待，就叫我不知道叫那个词叫什么？反正就是不能因为他的残疾而受到不利的对待，对。然后第四条，信仰、良心和这个讲另外一个 Bekenntnis 也相当于这个世界观吧，或者也相当于这个信仰，或者是良心，或者是这叫什么？然后这个拒绝战争的权利，这一条啊，就是因为当时可能是与这个叫什么耶和华见证人有关，起码耶和华见证人是其中的一个派别，因为他们就拒绝服役，因为这个圣经中他们属于非常严格的遵守这个圣经的派别，也可以说是保守派吧，他们就是圣经说不可杀人，这个五戒嘛，就是那个摩西五戒，然后就是他们就不愿意当兵，当时在这个纳粹的时代他们就受到迫害，因为纳粹当时就是全民皆兵嘛，所以就是第一句 Die Freiheit des Glaubens 啊，就是这个信仰自由，良心自由，还有这个宗教自由，还有这个世界观的自由，就是不可侵犯，就是 Unfairness 就是不能受到伤害，然后就是。Die ungestörte Religionsausbildung wird gewährleistet， 就是这个实施宗教信仰的自由必须受到保障。什么叫实施宗教信仰自由？这我给大家打一个极端的比喻，或者是在中国很少见的，就是这穆斯林嘛，他严格的穆斯林，他一天五拜。你像这个，像沙特阿拉伯这个国家，他就是。这个国家的王室还有王族啊，很有意思。他就是当年就是借这个原始基督教主义叫什么，原教旨主义，对，然后父叫什么当上这个国王，然后他一直选，因为他没有合法性嘛。你全民，他们国家的人石油产量多，人民产业单一，人民都是靠这个石油而获得经济收入的，所以你这个。
政府就是占据权力了以后，他就是没有别的合法性，他就强调自己是这个阿拉的代言人，而且在世界各国就是搞着花大价钱去进行这种原教旨主义传播，包括中国的回民中间，就以求在国际上寻求这个支持度。所以这就是他们就是一天五拜，哪怕你正在开车在高速公路上，到了那个时间，他们都有那个都有一个 app， 就是手机应用，就是他到时间就阿拉霍格巴勒，就是意思就是在这是在古代在穆罕默德时代的时候，就是有一个人就是到时间就凌晨清晨三四点就上那个清真寺的顶上就在唱，就找一个唱歌好的人，就唱的周围的人都起来去礼拜，所以他就都去礼拜，就是这个属于这个叫什么宗教实施宗教信仰的自由。但是在德国你不能这样做，因为你侵犯了别人，你在高速公路上突然停下车在礼拜，你一个是危险，也是对别人的生命和财产，汽车嘛，生命就是指生命和身体健康。他这个就包括德国法律讲的很细，他这个就包括三项基本权利，一个就是生命权，另外就是这个身体不受侵害的权利，另外一个就是财产权，甚至还有这个工作的权利，工作权利后面会讲到，也在这个自由权利之基本权利之中。因为有人赶着上班，或者赶着去谈生意或者开会，所以你侵犯了他们的这些权利，这就是刚才说过的这个第二条里面，这些权利只有在这个不侵犯别人的权利的情况，自由的情况下，你才能自由实施。所以就是所以这我在以后的这个案例中也会讲，因为这个有些这个穆斯林呢，他就穿着这个罩袍去游泳池游泳，这个也是不卫生的，因为你按规定你在游泳池游泳啊，你必须换这个泳衣，因为这个你先前穿的衣服啊，可能会这个大家都不知道，会不自觉的就在里面留下一些这个脏东西，比如这个出虚宫，不知道大家知道这个出虚宫是什么意思，就是这个放屁的意思。你放屁呢，就有残留物就流到内裤里，可能洗澡的时候就对别人的身体造成伤害。因为有的人会潜水，会吸入水，甚至是水会进入这个肚子里面，所以就不卫生。有些人穿着罩袍去，就然后就是后来就引起官司。一个是游泳池的官司，游泳池和这个穿罩袍游泳的人之间的官司，或者是其他这个游泳的人这些冲突或者官司。当然目前为止都是还是这个很多帮的就是判决还是有利于这个就是说是有些帮是判决就是不准穿罩袍游泳，必须更换这个游泳衣裤，有的就是维持了这种判决。就目前就我的意见说是不应该维持的，因为你是不仅仅影响一个人，而且即使你说有些人说一个变通的话，让所有这个穆斯林女人去在一个游泳池游泳，这样也不好，因为她也伤害了自己的身体，也伤害了其他人的身体。你伤害自己身体是你的权利，是你的自由，因为身体是你自己的，但是你也伤害了其他的，互相伤害了，就是。当然你也可以说这个法律中还有一条就是同意。就我同意别人伤害我的身体，但是他没有明确，他很多人不知道这一点，他去游泳，他穿着罩袍，他不知道会伤害别人身体，也不知道会伤害自己的身体，所以这个你必须所有人都问到，你是不是必须清楚明白的问到，解释然后问到，你是不是同意去游泳池游泳，然后受到这种伤害，身体受到这种伤害，所以这就很复杂。德国法律就是大家所说的抽字眼，其实这也有好处。更好的这个保障法律的严谨性。然后我们讲到这一点，就是说的这个实施宗教信仰的贯彻宗教信仰的自由。然后第三条就是这任何人不能因为他的这个良心而拒绝参军的自由受到侵犯，受到伤害。就是如果我不愿意杀人，不愿意伤人，不愿意开枪，我就不参军。有的人说你可以去当文职，但是他们也是不同意，不愿意去，因为什么呢？他说这个军队就是一个杀人机器，整个的作用就是用于杀人的，所以他就不愿意参军，所以这也是他的自由，即使他什么宗教都不信，
我就是相信这个军队不能人不能杀人，我不愿意去，这也是他的自由。然后就是还有第二句 Die Nähere Eigert ein Bundesgesetz， 就是这方面呢需要有一个这个联邦法律，一部联邦法来进行规定，就是具体的这个人民拒绝这个参军的权利。所以这个当然以前就是义务兵役制，现在就不是了。对，现在好改革好多年了，当年是有甚至有一个变通的方法，你不愿意当兵你可以去参加这个社区服务，现在没有这个强制义务兵役制了，所以就这种社会服务也取消了。当然这种制度还存在下来，有些人还是可以去自愿，高中毕业有自愿去参加这种社区服务，一个是修炼自己的人性，另外也是接触社会积累社会经验。这个地方我就要提到这个，当然后面也会讲到这个教育方面的权利，基本权利。但这个地方我要提到一点，就是中国学生呢大多缺乏这个，就是以前那个叫什么武的说的，很多中国人巨婴，因为历史上就是家族为重，没有个人性，个性没有得到发展，就是前面的提到的中国人没有个性，就是个人人格没有得到发展，他一直像个巨婴的，要么依附于家庭，要么依附于这个家族，要么依附于这个所谓的祖印，就是祖上留下的财产，或者是这个官场上的关系啊，要么依附于朝廷。像现在很多人是离了共产党就感觉没有主了，没有爹妈了，小孩没有爹妈那样的，所以就大家尽量去培养自己的孩子，让他去周游列国呀，或者去参加社会活动啊，参加国外的交流项目啊，这些很重要。当然后面我可能还会具体讲到。然后就是第五条 Recht der freie Meinungsäußerung Medienfreiheit Kunst und Wissenschaftsfreiheit，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条款，跟这个当然所有的都很重要，前面几条越前面的就越重要。这个一个就是观念自由，就是见解自由，就发表观念的自由，就是观念是无罪的。另外一个就是媒体自由，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艺术和这个科学知识的自由。就这个 Wissenschaft 的中文翻译叫科学，实际上就是指所有的知识。当然是我不知道是不是相对于宗教来说，或者是跟宗教是另外，可能宗教里面也有这个 Wissenschaft， 但是我还没听说过。Theologie 是神学的意思，但是我还没听说过 religious Wissenschaft 宗教科学，但是我没听说。科学一般的和宗教是这个两个不同的概念。然后就是任何人都有这个权利，什么权利呢？就是他的观念或者是他的想法，以这个文字，就文字，这个文字就是说出来的这种文字 ，word 就是词，以任何方式以词语，这个是文字形式写出来的形式，还有这个图片形式，就是自由的去表达出来，就是不仅仅是自己在家里一个人，说出来自己听，写出来自己看，画出来自己看，他也可以公布公之于众。然后就是做 Verbreiten， 然后去传播，然后sich aus allgemeinen zugänglichen Quellen unbehindert zu unterrichten， 这个就是这个信息自由，就是任何人都有这个权利啊，通过这个公众性的就是公众性的，就不像那就相对私人来说的嘛，所谓的公共权利、私人权利、公共空间、私人空间嘛。当然你不可能说是你刺探一个私人信息，违法刺探一个私人信息，这就是违法的，这是所谓的公共信息，就有权去获得公共信息的权利，这就相当于媒体自由嘛，一个主动媒体自由，就是我自己去，也相当于这政府信息公开，这是其中的一个方面，就是任何公共行为政府行为不得隐瞒，就是这个意思。多些 Wunderfunk 就是电台，film 电影，因为当时这个制定这个法律的时候，就是还科技还不发达嘛，这儿的 film 就是指这个视频，不仅仅是指真放电影那种电影，
这的 film 就像以前那种胶片拍出来的，所以叫 film。 film 另外一个意思就是中文翻译匪人嘛，就是胶片的意思嘛。然后就是这种权利必须的保障，通过这个电台或者是这个电影进行保障，其实就是通过这个声音和这个视频，就是所谓的可以说电台和电视台吧，这些媒体包括很多方式，就不仅仅因为随着科技的发展，方式也在不断的扩充嘛，就是这种去寻求这种信息的权利必须受到保障。就 eine Zensur findet nicht statt， 这是非常明确的，斩钉截铁，斩钉截铁一句话，审查是不存在的，就是不允许有任何审查。然后第二句， diese Rechte findet ihre Schranken in den Vorschriften der allgemeinen Gesetze den gesetzlichen Bestimmungen zum Schutz der Jugend und in dem Recht der persönlichen Ehe。这个条款就经常引来误会，很多中国人就翻译错误。这个意思就是什么呢？就是前面提到第五条第一句里面，第一款里面提到的这个权利啊，是什么权利？就是这个，叫什么？表达观念的自由、媒体的自由，还有这个，就第一款里面只提到这两个自由，还有媒体自由，包括这个寻求自己去寻求信息的自由，获取信息的自由，然后就是，只能在这个普通的普遍的法律，很多人就是普遍的法律不知道这个普遍的法律是什么意思，普遍的法律就以为要除了宪法以外，或者是包括宪法以内的就是对所有人适用的权利，因为法律中规定的还也有这个普遍法律，普遍法律就是对所有人适用的，这是一个原则，法律的原则就是法律对所有人适用，就是前面的人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实际上这个就不是的，这个主要就是指这个，因为它后面还有半句，就是这个，这些条款用于这个保障年轻人，就是未成年人和这个成年呢，但是世界观还没有完全定型的，一般指18岁到23岁之间。用跟的大多数情况下指未成年，18岁以下，但是有时也包括这个成年的但还不成熟的人，当然指物理年龄。不是指物理年龄，就是指这个叫什么现实年龄、实际年龄，不是指你的观念。有的人50岁呢，可能还不成熟，但是他已经不属于这个范围了，超过23岁了。还有就是保护这个个人名誉的法律中间受到限制，因为你不能造谣诽谤，然后你要保障这个小孩的，有时候要对所谓的中国也有这样，就是少年犯有些案件是不公开审理的。所以就是也会为了保障他们的成长。然后第三条，这个非常重要，就是艺术和科学还有这个研究，这个所谓的研究是学术研究，然后还有教学，这个地方就是教育啊，就不是指普遍的普通的泛泛而谈的教育，这个教育啊就是指这个学校大学里面的这个研究和教育，就是教育权，教育是不能受到任何干涉的。所以德国的大学啊，它是这个自治单位，每个教授就像一个自治体，他可以决定怎么教学，怎么安排他的工作人员。每个教授有自己的独立的，每个教授就相当于一个部门，相当于中国的一个政府部门、行政部门，他就，可以安排自己的办公室，可以安排自己的聘请人员。然后他每个人好像是每年60万元吧，可以用来发工资，用来这个印材料，还可以用来这个做别的事情。所以有些教授啊，他比方说我们有一个教授是这个教会法，他也教授，因为教会法慢慢衰落，学神学的少了，他就现在就也教这个基本权利，这个就是空的，他也是也在教。然后就是他就怎么说吧，他就这个可能这个他的比较节省吧，他就会经常这个印把他的这个讲义啊印成像书一样的发给大家，有些教授可能在别的方面花费大一些，他就让大家自己打印就是材料，所以就是他的钱他们是自由支配的，只要不贪污，所以不挪用。所以就是在大学里面，你
而且这个有个问题是什么问题，就是各个大学，有些大学和这个孔子学院进行合作，你政府不能随便下令说，哎，你这个大学你不能与孔子学院进行合作，除非你这个法律明确法律判决，就是说这个孔子学院明确的侵犯了就是第五条的这个权利，就是信义叫什么观念表达自由啊，这个还有这各个方面的，还有包括这个侵犯的这个前面说的第四条的信仰自由啊，包括法轮功的呀，或者是藏传佛教啊这些信仰自由啊，包括这个Meinungsfreiheit 就是观念表达观念的自由，比方说禁止谈论台湾啊、香港啊，或者是西藏啊，或者是这个新疆啊，或者是内蒙事情的，当然这就违法了。但是目前就是因为德国我前面也提到过嘛，这个官僚主义很严重的，很就是大家都围着政府的屁股转，因为也牵扯的利益问题嘛，因为他的法院叫什么议会和政府是一体的，所以很多时候大家也不愿意得罪这个政府，实际上就是不得罪议会，因为议会掌握的所有的权利，掌握着行政拨款的权利，所以就是这就是现实。Die Freiheit der Lehre unterbindet nicht von der Treue zur Verfassung， 就是这个教学自由啊，自由的权利啊，但是不能这个侵犯这个忠于宪法的权利。你教学就是你不能在那个可以打个比方吧，你不能在大学里面传播这个希特勒思想，是吧？然后第六条就是婚姻家庭还有这个非婚生子女，这个是后来加入的，就是为了保以前的非婚生子女的权利是受到限制的，没有受到保障的，受到歧视的，所以就是后来加入，就是这个第一句第一款第一条第六条第一款就是婚姻和家庭受到特别的保护，就是受到这个政府的特别保护，或者行政法规、政府法规啊，或者是这国家法规的民政特别保护。然后教育照顾和这个教育子女、抚养和教育子女，是这个父母的天然权利。我们奥会也是他也是奥会是德语啊，就是同时也是他们的这个义务。当然他们的这个父母的这个怎样抚养和教育子女的行为也是受到这个政府的叫什么监督的，就不能违法。就是如果这个叫什么违背这个监护人的意愿，就是剥夺这个监护人的权利的，对孩子的权利的，那必须是基于法律的规定，就不能政府不能任意妄为，随便剥夺这个父母或者是任何监护人的这个权利，对子女的对孩子的监护权。就是当这个，而且这种权利啊，就你剥夺监护权的，只能是在什么情况下呢？只能是这个监护人呢，就是法定监护人，他们的权利就是受到这个剥夺。为什么呢？就是或者是这个孩子呀，就是因为各个原因，就是这个监护人可能是精神方面就是什么出了问题，不能这个胜任这个监护职责，或者是其他方面因为这个法律规定判刑的或者什么而丧失了监护权，或者无法履行他们的监护权利和义务。所以或者是这个孩子们因为其他的原因而受到这个受到不能受到照顾的，不能受到抚养的威胁的时候，政府才能剥夺这个监护人的监护权，或者是不讲剥夺，也就是叫什么要剥夺是非常严重的。另外一个就是把他的监护权取消吧。然后就是第四条，所有的母亲，就是他规定的耶的母塔，任何一个母亲都有这个
主张这个保护和这个照顾，主张和报复的权利，受到这个集体社会的保护和这个照顾的权利，任何母亲都享有这个权利，就是你这个社会，这个社会就是指这个不仅仅他周围的这个社区的，或者是他家这个家族的，或者是这个熟人的，也包括这个国家的，就 gemeinschaft 的，就是社会性。然后第五条，就是提到这个非婚生子女，然后这个非婚生子女啊，他特别这个用斜体字标注，大家看看这条的，第一，看得清楚不要，是丁公爷立先拼音的，就是丁也是丁管子，像 the 非婚生，第二个字是非婚生，然后第三个是 kind 的，就是复数，就是孩子，非婚生的孩子。多是 die Gesetzgebung die gleiche Bedingungen für ihr leibliche und seelische Entwicklung und ihre Stellung in der Gesellschaft zu schaffen wie den jährlichen Kinder， 就是这个非婚生子女啊，他享有和这个婚生子女一样的权利，就而且是通过法律，通过立法来保障他们这种权利。是什么权利呢？就是他们的这个leibliche 就是这个肉体的，然后和这个灵魂的，所谓的灵魂的就是心理啊，精神方面的这个发展，还有他们的这个对在社会中的位置，就是必须受到保障。这意思就是说是国家要立法，专门立法来保护他们。看看多少时间了，也差不多一个小时了，所以我今天就先介绍到这里，这就是介绍了六条，然后第七条就是这个关于学校教育的，这个也很重要。有一个叫什么昌的，什么国昌的，他也在德国不知道怎么混了，然后他回家经常自称以德国专家自居，然后写文章，他也写的也是错误的，我也写了一篇文章驳斥他，他写的这个关于这个幼儿园教育的问题，实际上他是错误的。就是这个我会将来也会讲，下次或者是下次下个星期不知道就是开不开展这个讨论，这什么视频网络视频会议或者是讨论，或者是不是这个是什么题目什么内容目前还没决定，所以先就今天就介绍到这儿。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问题要提，有问题要提的话，可以在这个，一个是在这个直播的时候，在这个 YouTube 直播，这个我在这个电报群和这个 Twitter 上都发了，然后我把这儿也给这个，发一下，发到这个聊天里面，大家可以看到就是直播，然后你可以在那个不方便露面的话，你可以在这个有文字方式，在这个 YouTube 上面有文字方式，就是这啊、哦，我发到这个，你点这个下面。点这个下面有一个像气泡那样的聊天的标志，然后点击就会在点击了以后就会在右边出现我刚才发的这个直播链接。我在这个叫什么群里面问一下，发一下，请问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或者是讨论？等一下，
对，在 Twitter 上也要问一下。嗯，嗯，可以，现在发了，等一下看看有没有人来提问，如果没有的话就算了。很有意思啊，先前进来的都是这个捣乱的，不停的放这个噪音干扰我的思路。呵呵，嗯。这样有个人要我什么说英语，真是毛病。我说的就是通知，就是说的是中文。嗯，嗯，目前看来还没有人提问。嗯，这个有点失望吧。大家都不关注这些具体的条目，成天就在群里面。今天说，哎呀，这个革命成功了，我们要怎么怎么样，民主了应该怎么怎么样。你不去努力，怎么能够民主？是不是？叫什么？无本之木，万丈高楼平地起。大家要先做这个基本的工作，基础工作。嗯，行，今天就先介绍到这里，也晚了。祝大家这个有一个愉快的新的星期。这边虽然还是下午三点十八分，那国内也晚了，也祝大家一切顺利，家庭平安，嗯，中国早日实现民主自由。OK， 拜拜。嗯。